好舒服的声音。等一下，像掌声不够热烈。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乐手老师们，也谢谢田馥甄。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声音哦。对啊，在微风吹着微风，然后听这样子的歌，是不是还蛮棒的？对，就好像宛如在一个爵士小酒吧听你这样唱歌一样，然后呢用歌声跟我们讲一个又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。对啊，不过呢，当然这个田馥甄的现场演唱这么的有魅力，今天我们要利用这个签唱会的场子呢，来宣布好消息，那就是除了冠军销售的好成绩之外呢，我们的超级新人田馥甄即将就要举办演唱会耶！就让田馥甄跟大家说一下，演唱会的日期是10月8号、9号，在8点，在 Lexi。所以呢，音乐会。OK。10月8号、9号晚上8点钟，在这个华山创意园区的 Legacy 呢，田馥甄的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发卖门票非常重要，在这里9月13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，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中午12点，请大家各就各位，进入备战状态，12点钟中原标准时间就马上。对，希望呢能够秒杀啦。应该会吧。一定要的啦。